是中国人，另外的中国人已经和解了，也准备要结束代理占领，准备要离开台湾了，不愿做中国人的台湾人，请你赶紧来申请台湾政府身份证，要出国也有咱的旅行证件，甲美国护照同款好用，常常出国的乡亲，请特别注意，详细了解请拍。